我现在是在澳大利亚珀斯的巨型体育场，中国女足对阵丹麦队的比赛正在今晚8点打响。可以看到现场来了很多华人球迷，还有锣鼓队和舞狮队，通过各种方式来为中国女足加油。那据我了解，珀斯当地华人球迷大约来了1000多人。刚才有球迷告诉我说，印象中这应该是中国国家队首次来珀斯比赛，所以一定要来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。那还有来自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以及新西兰等地的球迷，也有不少是从国内过来的球迷，都来为中国队加油鼓劲。中国队，中国队。